我们看到在天河体育场今天比赛气氛也是非常的热烈，在裁判员的带领下，双方球员已经步入场地。今天比赛的主裁判和第一助理裁判呢，中国足协是请的德国足协的两个裁判。哦，保林要报了俩，道林呢报一个千羽。真是缺少了高拉特和埃尔克森，要不然赛后，巴西外援们可以开个大 party。好，马上是奏国歌的仪式。相信今天天河体育场肯定是爆满。对呀、啊，赛前呢有无数消息啊，显示呢这场比赛门票洛阳纸贵，一票难求。嗯，老乡见老乡啊。对，除了艾哈迈多夫，其他的八七百元。屏幕上出现了上海上港的先发阵容。是。是不是4-3-3的阵型？蔡伟康、奥斯卡、艾哈迈多夫啊。此情此景，大概会回想起2013-2014年的亚冠的决赛。哦，在那两年，恒大是捧得了亚冠的冠军。当年亚冠决赛啊，据说有朋友10,000多块钱买一张门票。哎呀，讲厉害。今天浩克是上港的队长，由于客场作战啊，我们今天穿的是一身白袍。其实这样的大战呢，有点决赛的意思，对吧？像杯赛的决赛。那么在这样的比赛当中，其实心态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作为主场作战的恒大，他肯定会开局抢攻，无论如何得先打出士气。是，如果说恒大的队员和上港的队员外援之间可能是不分伯仲啊，那么本土球员之间的对比只能是恒大队员看上去更有资格，是，那就资格相对老一些，但是上港队员呢，此前呢更多的有点年轻啊，不太成熟，但这几年逐步的也是确立了自己坚强的神经，是这样。所以这场比赛的确值得期待，不仅是外援之间对抗，本土球员之间对抗，可能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比赛的走势。是，由于佩雷拉禁赛啊，他的助手菲利普是担当了指挥的重任。汉纳瓦罗在赛前用他的话讲：“从1月5号开始，我的每一次疲劳，我的每一次焦虑，都是为了这场比赛。”哦。的确呢，恒大在过去的几个赛季一直是在中超联赛赛场上是巨无霸。对啊，当然要捍卫自己这中超霸主的地位。今天比赛主裁判巴斯蒂安·丹克特38岁，4年前成为了国际级裁判，来自德国的罗斯托克。他本人呢是一个体育运动学家，在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他是13名视频助理裁判之一。第一助理裁判雷纳罗德也是来自德国足协。第二助理裁判呢是曾经获得过金旗的宋祥云。
由于高拉特不在，这样塔利斯卡的责任啊会更加艰巨。好，主裁判丹克特一声长哨，开球就有一波两折。再来一声长哨，双方上半场的争夺已经开始。各位球迷朋友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PP 体育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28轮，广州恒大淘宝在主场与上海上港的较量。刚一开场，张琳芃沿右路就已经推到了底线附近。是的，塔利斯卡呢今天的位置比较靠前，看上去呢他跟郜林之间呢会是在中前场进攻的枢纽。吴磊、张琳芃两个人在崇明岛上是师兄弟，横推保利尼奥的抢断，中场来一段蛇形跑，绕开两个人以后，中场这个对抗身体吹得犯规，裁判的哨子已经响了，四号王申超撞倒了郜林。双方啊这一开场之后啊，进攻尤其反击这方面呢都力求快速。刚刚开场一分钟，一个非常好位置的定位球机会出现了。你有没有觉得实际上好像双方都非常期待这场比赛，所以双方进入状态都比较快。塔利斯卡的左脚，保利尼奥的右脚，将会在这个任意球当中呢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作为。中卫石科也是站在人墙当中。保利尼奥呢撤到了门前去抢点了，打后点，要直接打门嘛。人墙挡下，这边赶紧大脚解围，知道前面已经没有队友了。把双方的首发阵容呢做一个介绍，来看一下广州恒大淘宝先发门将19号曾诚，今天跟冯潇霆搭档打中卫的还是21号张成林啊，连续首发打比赛。在两个边路，5号张琳芃，35号李学鹏。中场中路，9号保利尼奥搭档队长10号郑智。锋线上，看看塔利斯卡跟阿兰啊两个人的位置，谁更顶得靠前一些？当然也存在着两个人啊换位的情况。两边路，29号郜林和20号于汉超，4231的阵型。这又是在边路的一次防守啊，双方的力量都比较足。张卫捂着腿倒在地上，张琳芃今天，因为他此前是禁赛，上一场比赛没有打，这一轮呢邓涵文停赛，他呢是解禁复出，这一脚是踢在了张卫的小腿上。于海受伤呢，张卫顶上。在左边后卫位置上。对，在过往的几个赛季呢，张卫也是兼获打过一段时间的主力。是这样。有一定的助攻能力，他的折返的能力也比较强。上赛季打过16场比赛，有一个助攻。这个赛季出场次数少了不少，打了8场比赛，只有5次首发。你看，石科这当了爹以后啊，好像这责任心强了。对。看看定位球的防守，两个队都获得过位置不错的定位球。再看上港这个定位球的质量，发了一个前点。这球啊，第一助理裁判确实很难看啊，不容易判断，没有出界。45度掉入禁区，第一点，李学鹏顶出来，好磕，右路，吴磊，横扫门前，球速太快，这一下把吕文君给晃到。双方这场比赛啊，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，这些核心球员看看能不能够发挥个人能力。是。再来看吴磊这记传球，吴磊这个球呢，想打门呢，反正难度大一些。是啊，角度比较小。但这个传球啊，分量也确实太大，因为他怕球速慢呢，门前防守队员会破坏。来看一下上港的先发情况，门将1号严俊凌。后防线上呢，我们刚才看到了2号张卫，4号王申超，5号石科，23号傅欢。一般来讲呢，王申超和傅欢打边位比较多一些，但现在很显然打这个左后卫的
是张卫，那这样的话是傅宽。哦，带球向前，想啊，左脚外脚背分球，阴差阳错进了，没有。裁判在摇手指。宝林摊开双手，表达自己的疑问啊。确实，今天双方进入比赛状态都很快，虽然只打了六分钟，但是感觉球场上已经像油烧开了一样。卡纳瓦罗呢是站在场边，好像在跟主裁判交流。这个球是不是主裁判为了先确保比赛的流畅？他会不会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呢？但是这一并腿啊，实际上是在禁区外。对，比赛已经恢复进行。上港的中场中路方面呢，是六号蔡伟康搭档25号艾哈迈多夫，锋线上顶的是10号胡尔克，在他身后有8号奥斯卡、7号吴磊和11号吕文君。吴磊和吕文君两个人同时首发，实际上这个赛季啊并不是很多，因为吴磊没有问题，26场场场首发，而吕文君呢虽然打了24场比赛，但只有4场是首发，但即使是这样，仍然有6个进球，3个助攻。他才是真正的第12人，是这样。这场比赛的确开场过后这6分钟啊，让人有点喘不过气了。是的，节奏太快。转移到左路，鲍科大踏步向前，顶在最前面的应该是吴磊。哦，切进来了，倒地，也没有问题，也没有，对，也没有。鲍科禁区内啊，防守队员不敢伸脚，后卫打门，再打门，这球没有控制好，打在外脚背上，偏了不少。往往呢，在进攻当中，吕文君呢是作为第一突击队，这样的话呢，身后呢吴磊呀，包括浩克、奥斯卡，争取呢能够利用啊吕文君的牵扯作用，是在禁区前沿一带拿住球，或者内切，或者是直接远射，或者是做配合。刚才是郑智跟吴磊有一次小小对话啊，吴磊倒在了禁区内，而郑智呢向裁判投诉对方有假摔嫌疑。保利尼奥的个人的这个对抗能力是非常强大，是。哈里斯卡带球技术了得，于汉超，哈里斯卡的传球呢其实不是很准确啊，但于汉超呢经验也很丰富，看到蔡伟康上抢啊，赶快把身体靠过，挨了一脚。节奏是快，你看，马上球就到了右侧，打门，漂亮，立住，门柱，8分01秒。张琳芃右路的低平传中，郜林呢，在禁区之内的倒地卧射，门将似乎碰了一下，好像是碰了一下，都是裹脚啊。好的，再传，后卫不敢怠慢，一头顶出了底线。右侧的角球机会，感觉恒大的进攻质量好像在提升啊。晃，右脚打，支撑腿其实有点打滑，有点打滑。但射门质量完成的不错，是，也就是严俊严俊凌，严俊凌拖了一下啊，身高臂长，对，反应而且反应快，比较快，是的。右侧角球，于汉超主罚，旋转第一点顶出来，外围。这个转身的节奏一转身呢是另一个世界，是的，反击，哦，球丢了，浩克看吴磊这边三个人，三打三，右路看能不能转过来，这脚球啊防守的是非常的到位，李学鹏他是在左路啊直接啊补到中间，是前方角球机会的时候呢，李学鹏虽然个儿高，但他还是守在后面，速度比较快，就这一下上的时机比较好。李学鹏的身体素质也是相当出色。对，董路，你看啊，这场比赛真是终极决战，就是你有一次射门以后，我有一次射门；你有一个前场定位球，我马上有一个前场定位球；你这边刚开完角球，我马上也来一个角球。是。
终极决战。奥斯卡发了一个前点，第一点呢也是防守方顶出来，这种节奏呢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。相反呢可能有一侧呢肯定会主动先控制，把节奏放慢。因为要整场这么踢的话谁都受不了，尤其是打到赛季的末期的时候，看一看谁先主动把节奏放缓。从这个阵型来看呢，吴磊和吕文君呢各抱一边，嗯，两个后腰呢阿哈迈多夫加上蔡伟康，浩克反而是顶到最前。对，从战术角度来讲呢，希望浩克在最前面拿住球，吸引对方防守队员。吴磊，然后呢，吴磊呢在两翼，对，吕文君呢插身后，奥斯卡呢在他身后接应，是形成这样的一个以点带面的攻击方式。嗯，整治再交给保利尼奥。恒大这边的进攻呢，更多的是展开啊，利用场地宽度，对，然后推进。哦，右路，右路球了。跑得也清楚，传得也到位。这个球啊，傅欢的传中质量不高。他这个传中的时候犹豫半天。嗯，今天塔利斯卡很兴奋，也很放松。嗯。裁判动作识别非常清楚。是啊。这个球呢，是带球的上港队员想倚，但是没倚住，对，自己也反而倒。球到李学鹏脚下，再交给于汉超，郑智统射卷举，冯潇霆二打二，阵地进攻，阿兰在跑身后，于汉超啊想连停再转身。最近两次郑智的传球都是想传威胁球。哦，单刀了，好的，郑成漂亮。这个球啊还是浩克的个人能力，对，在中场啊他摆脱了对方的防守队员，直接送了身后吕文君的后排插上。再来看一下吕文君跑得也非常清楚，没有越位。这球啊，张成林吧，嗯，在最后啊，显得转身的相对慢了。是。按说张成林这身体素质也是非常棒的，曾诚，嗯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，双方实力相当，打起来也旗鼓相当，但有的时候决定比赛的好像就那么一丝一毫决定比赛结果，还是前点，嗯，一次扑救啊。或者是一个更冷静的处理啊。冯潇霆顶出了底线，曾诚啊应该是喊了一下，哥俩可能再对一下暗号。今天这前面14分钟啊，上海上港表现出了强队的风范，跟恒大是形成了不分伯仲的一个局面。这次落点有变化，在后点又是曾诚单拳打了一下右侧的角球，两支球队在之前的27场比赛当中呢，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。恒大进了73个球，而上港呢进了68个球，这是中超啊火力最猛的两支球队。哟，来了，这球14分钟，谁呀？吕文君吗？吕文君还是吕文君啊，他刚才错失了一次机会，但是。左右两侧连续的角球出现，这个角球罚的，实话讲质量确实太高，球速非常快，球速太快了，也是越过了第一点，然后在小禁区之内，这基本上属于一个扣篮了，或者是排球里边的探头球，是这样。再看右侧角球，左脚球速非常快，有人蹭，防守方可能蹭了一下，郜林蹭了一下。其实吕文君可能有半个意识，未见得说看见这个球啊。胸口，这是胸骨、胸椎的，不是胸椎啊。啊，是胸椎啊，胸椎第三节。第三节左右往下一点。往下一点。
吕文君啊，个人的赛季第7个进球，这也是老东亚的球员。不得不说呢，恒大呀在防定位球这方面呢，一直以来，哎呦，啊要看看是不是有疑问吗？要看看是不是手球，要再确认一下啊。这个其实你没有必要跟裁判说，对对吧？对，你说也没有用，就裁判等着看呗。是的。哎，怎么公布的？啊，他去看？不是，不是啊，没问题。哦 ，OK，OK，OK， 可以中圈开球了。我们要确认一下有没有手球嫌疑。是这样。好，丹克特吹响了比赛再次开始的哨音。14分钟，吕文君破门，上海上港客场1-0领先了。咱们看看7连冠的恒大后面的反应。这个球呢，还是源自于呢上海上港的一次中后场断球的快速反击。对，然后浩克呢为吕文君呢输送了一个单刀球。对，曾诚呢扑出角球，然后角球防守之后呢又是一个角球，又是一个角球，冯潇霆顶出底线，哎，又是一个角球。所以你不得不说呀，冯潇霆跟这个曾诚那个误会，哎，啊，薛威的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这个是吧？连带因素啊，被对手的这个连续角球啊，连续角球，嗯。有时候连续角球，他的精力不是很容易集中。对，尤其是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这来回一换比较麻烦。是，红星二锅头邀您共享中超赛事。本场精彩赛事由红星二锅头赞助播出。卡利斯卡，禁区内现在有一个点。于汉超要启动快一点的话就好了。是的，因为你在另一侧下底了，你这一侧的边前卫必须到门前。球已经出了边线。今天吴磊和张琳芃啊，这一路也是争夺格外激烈。对，他为什么把吴磊放在这一路呢？也是想压制一下张琳芃的助攻。是这样。这段时间吕文君是打到了右路。恒大本来呢，一段对攻之后就比较注重防守，因为今天呢两个防守型的后腰啊，位列这个双后腰。对，现在领先了，这防守反击可能又想打得更从容。张成林快速靠近，浩克转身，1-1又进禁区了，就急停再扣，嚯，倒地了，把自己给晃倒了。是这样。这张成林呢，可能相对来讲会有点吃力。他不，于汉超带球一路向前，王申超这个放铲的时机卡得很好啊。张成林因为之前打比赛确实少，打得少，他就是最近几场才首发打。对，他虽然说身体素质不错，但是比赛呢可能这个感觉得慢慢找。如果相对稳妥呢，他可能会把张琳芃啊挪到中路，上个邓涵文。但邓涵文上一场停赛，哦，吃黄牌了嘛？对，停赛嘛。所以后卫反而有点捉襟见肘。对，再加上梅方受伤，而上海上港方面呢，其实贺冠也是啊，还包括于海，因为这个赛季缺左后卫，所以这边呢，教练是把于海改造成了边后卫。好的，再拨倒地，还是倒地，3次倒地啊，裁判一次都没有吹犯规。这边塔利斯卡放倒了上港球员。实话讲呢，可能目前呢这18-9分钟，恒大如果说哪点做的还不够呢，主要还是中场，我认为还是中场。因为保利尼奥呢不是一个组织型的。是的。那么郑智呢相对来讲呢重心又相对靠后。所以没有了高拉特的这样的一个润滑剂呢，哎，中前场的串接不是很顺畅。是这样。边中的结合打的呢也不是说很流畅。虽然塔利斯卡不是顶在最前面的，但是呢他比较于高拉特来讲在进攻组织上还是要差一些。对，阿兰呢虽然说在他首发之前一直高拉特是打这个单前锋，但高拉特的踢法那就是花样。球打身后，塔利斯卡倒地了。上港，这20分钟比赛确实能够看出来跟前两个赛季啊，那不太一样，还是相对来讲，对，就刚性了一点，刚性了一些。
其实在赛前新发布会上，卡纳瓦罗也提到了上港，说自信心啊等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。浩克，这球属于浪射，在几分钟之前我曾经提到过，郑智的两脚传球呢都是想传威胁球，结果都失误了。其实也折射出高拉特不在的时候，中场方面的进攻组织上有一些不足，可能郑智也在尝试啊弥补这些差距。现在保利尼奥呢更多的在中后场组织拿球了，其实他的后插上往往是最有力的一个进攻武器。是啊，但是打身后找郜林，倒地相撞倒地。郜林两次倒地，阿兰一次倒地，禁区前沿还有塔利斯卡的倒地，裁判都不为所动。丹克特，这个裁判你发现没有？他这个小下巴一扬，哎，那意思就是说，都在我这儿掌控。对，反断了。阿兰，叫塔利斯卡来了，打门，哇，漂亮，严俊凌。双方的门将都有精彩的表现，都对得起国门的称号。是这样。刚才呢还是恒大在前场抢断，嗯，然后瞬间呢是阿兰，对，为塔利斯卡送炮弹。塔利斯卡因为不会右脚，他的左脚呢想打一个外脚背的一个快播，身体有接触，又是王申超。这个球主要是球离球比较远，嗯，啊，他在看，重新回看一下，哎。看一下啊，好像主裁判得到了提示，是不是视频助理裁判说话？因为视频助理裁判 VAR 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关于点球的判罚。今天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石真路，第四官员呢是玛丽。45度到禁区，有身体接触。有身位上好像郜林向前，但是也确实啊有这个可能啊瞬间的一个搡的动作，对，但是这个球确实已经失去控制。是这样，这种球呢反正而且又不是向着球门方向，对，可能这种球判点球的难度会大一点，很难。嗯，可能在足球比赛当中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判罚，那主裁判在走出休息室的时候都得祈祷说这样的球啊少一点，确实很难。那么这个赛季呢，中国足协请外籍裁判来的时候啊，大多是来主裁判一个人，助理裁判呢，往往还都是本国的裁判。但今天呢，不仅主裁判是德国人，而且第一助理裁判也是德国人。不知道宋湘云啊，助理裁判呢，是不是已经很多年没有当第二助理裁判了？阿兰的传中，后卫站住了位置。哦，今天王申超等于打的是一个右中卫，时刻还是打他的左中卫。张琳芃这个队员呢其实还是蛮有面的，有面有面，是个汉，对，就是他不是说像外表那样好像是很刚烈，是吧，啊，他有一种柔情，哦，有柔情，反而铁汉柔情，是他不是那种比较混的那种。哎，吕新鹏，这个球吹了郜林的犯规，双方球员需要适应裁判的判罚尺度啊，郜林呢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。这次足协呢没有从日韩请裁判，没有从澳大利亚请裁判，而是从欧洲请来的裁判。看来也是做了大舞台，大舞台，哎，大明星，大明星，相匹配，匹配。阿兰转身，阿兰挑打在手臂上。
这次裁判吹了手球。嗯，这个球看看塔利斯卡还是保利尼奥。保利尼奥呢，有可能会是大力的施射，塔利斯卡呢会打一些角度。蒙大队员认为这球是不是可以给黄牌？嗯，边后卫张卫补到了中路。哦，代表球队正式比赛100场。阿兰，阿哈迈多夫也是经济适用球。嗯，45度传入禁区，头球。哎呀，阿兰争到了这一点，但是呢，把球给顶高了。壳牌双十一狂欢上苏宁易购，买超凡喜力中超限量版送 PP 体育会员。这个球还真是门前的4点包抄。嗯，这球传的前点其实质量非常高。阿兰，这个赛季因为禁赛呀、伤病等等原因，他联赛只打了九场9个进球。啊，恒大的铲球，然后发动反击。马利斯卡在禁区内告林，正式拿球，直接起球，点还是有点低，这球还是得打后点。嗯，正式冷静的分到边路，45度起，有点乱，禁区之内无法抬腿，全是脚。你看，保利尼奥啊，2次插到后点。嗯，但是传中的点呢，都是在中前点。对，后点其实是拉空了。好的，漂亮，拨给李学鹏，左脚直接传，头球没有。哦，这边反击。哎，上港能不能打出反击来？慢。哎，这球太可惜了。这球啊，就是拿球之后不坚决。嗯，再传中。这段恒大是掀起了如潮的攻势，主要以右路传中为主。节奏非常快，压迫非常强。现在啊，其实还得看一下上港的反击的质量。这边恒大呢是倾巢而出，给予了上港也很大的压力，但之前有2次反击机会的时候，上港好像做的都不好。球到了左侧，阿里斯卡，停球稍微大，嗯，结果呢，这后边呢就处理就难了，是。过往很多比赛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上港的后腰艾哈迈多夫啊比较多的参与到进攻，但今天这场比赛他是被摁在本职岗位上动不了了，远离禁区，禁区内有5个点。哦，球速很快，年均龄身高还是有优势。哎，而且力量也足啊。嗯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像欧洲的门将都是大情况。嗯，是这样，没个1米9啊，嗯，基本上踢不了豪门。对，除了个高以外，体重也大，臂力也很强。恒大呢，应该说两个边路呢也是他的特点，是李学鹏、张琳芃的助攻，加上于汉超。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球队在过往啊这个27轮比赛当中呢是中超进球最多的球队，其实细分一下的话呢也很有意思。恒大的73个进球当中呢，56个是运动战进球，17个是定位球破。嗯，上港方面也是17个定位球破，另外呢51个是运动战破。在运动战破门当中，两支球队同样通过边路传中打进15个球，这是一样的。中路配合破门19次也是一样，头球哇有了，30分钟扳平了比分，炸进去了。哇，还是保利尼奥，保利尼奥炸进去了。因为之前我说了，保利尼奥已经啊连续2次
在后点，嗯，准备攻门，但是传球的落点呢都没有到后点。这一次终于来了，来了。30分钟，保利尼奥头球破门，1-1扳平比分，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。嗯，17场比赛12个进球，可以搁在前锋身上都有点可以炫耀一下，但他是个后腰。李学鹏，左脚炫起来，头球，哇，旱地拔葱啊！这个球啊，实话讲也是顶到极致的角度。对，因为其实正在严俊凌的上方。嗯，但是呢。球速太快，球速太快，好像又扑了一下，砸在横梁下沿，再弹在严俊凌的肩膀。我们之前呢一两分钟说呀，边路啊确实是恒大的优势所在。嗯，但是控制不住传中的落点，传中的质量不高，往往呢会影响最后进攻的质量。是这样，这一次李学鹏拿球之后，然后左脚的这个远远弯刀，我觉得他传球的时机比较好，对，很快就把球传出来，而且当时禁区内已经有4个点了。其实这波攻势啊，一打的是边路传中的老套路，二呢投入进攻啊人数多，打得非常坚决。刚才浩克和保利妙聊了半天，这边呢卡利斯卡跟奥斯卡卡在一块儿。哟，这球没上，这球其实很危险。嗯，这球如果跟上脚的话，左脚就漏了。有力高林带球向前，内侧有两个点，完了。嗯，这个球的防守动作比较大，蔡慧康今天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要出现了，6号蔡伟涛32分钟吃到黄牌。这个球呢，其实往回拨的时候，郜林呢拨的稍微有点大，嗯，但是呢，在对方上来之前，郜林果断的把球再拨走，是，连接动作很快。蔡伟涛呢也刹不住车，也刹不住，而且他体重大，对，这是大卡车撞着小三轮，没那么夸张。10吨的卡车撞一奥迪吧，啊，中巴，中巴。又是定位球，同样远离禁区，我们看一看是不是可以打到后点。3个人一条线，还有张成林，还是5个点在禁区内。哇，有点乱，打门球进了。33分钟，有毛病吗？好，越位。一会儿看看助理裁判是越位还是手球呢？越位。这个球啊，球路很贼，对，点其实不高，然后也不谁呀，门是有点下蛋攻击，就那个球秃噜了。嗯。这个球到林的位置啊，一会儿我们看看慢镜。这球啊，肯定是助理裁判，反正先举旗，因为他可能没看清楚。嗯，没看清楚呢，啊，先主裁判的手势很清楚，就是我在跟视频助理裁判沟通。哇，这很难判。这3个恒大球，关键就看这一下。哦，越位，那应该还是越位。哎，那只能吹于汉超越位。但是于汉超这一下是上港的球员碰的吧？哎，那他就得认定是张成林碰的，还是21号碰的，还是上港球员碰的？对，因为如果上港球员碰的话，不存在越位，这球可能是应该有效，应该有效，这个球应该有效。嗯，因为于汉超是回传，对，是吧？所以郜林那一下肯定不存在越位。是的，然后呢，如果于汉超在越位位置上拿球，又是谁碰的？对，如果是上港球员碰的话，这球是个好球；如果是恒大球员碰的话，那是越位球。哎。这场比赛确实啊，悬念丛生啊，放大了，局部放大了，嗯，局部放大，就是球是怎么到于汉超胸口的？嗯，认准了，手球，哦，还出现了手球，但是吹了。
于汉超的手球，但感觉是像胸部停球啊。看啊，于汉超往前插，你看啊，谁都没碰到哦，打在左左上臂，嗯，左上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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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说实话，这第二助理裁判真的看不出来，他看不出来，但是他觉得这事有事儿，他先举旗，有毛病啊，先他举旗了吗？我好像没觉得宋祥云。他不举旗，你想想他那个，主裁判为什么鸣哨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就郜林首先呢是有一个沮丧的表情，就看不准的先把旗举了，啊，看不准了先把旗举了，对对对对，这样等待视频助理裁判，嗯。但 VAR 要运用得当的话，还真是个好东西。是是吧？他至少确保公正。哎，郝克又开始了个人表演啊！前面有三个人，也要过人，这不太合理了。卡利斯卡球传到了阿兰脚下，慢，慢。石科上抢这下是很快。对。阿哈迈多夫沿边线直推。哦，看阿兰呢，一直回防到这个位置。是。他也知道啊，这球是他丢的，谁挖的坑谁填。对，一路跟到本方禁区前沿，前场右侧界外球的机会，边后卫没上来，李文军自己来了。哦，哎，这个球后有点想当然了啊，人球分过，但空间太小了。球应该直接就兜起来完了。嗯，是啊，右脚就直接兜。这阶段呢，上海上港有一个人的作用发挥不明显。哪一个？奥斯卡，就保地这个。嗯，他以前呢是有球情况下他能够分配，是，但是这次呢他的位置是前腰，那么有手转攻的时候呢，上港队员可能首先找的是浩克，对，而浩克拿球之后呢又不太想传，队员们呢都想把进攻打得简单一些，简单一些，奥斯卡呢说我脚下没球的话，对，我的价值何在，是，这让我想起早年间在鲁能的这个落，这谁蹭一下？鲁能的那个前锋洛维，洛维，哎，他呢作为前锋啊，经常回撤拿球，他踢四个位置，对。然后他一拿球麻烦了，其他队友基本上就属于看电影状态。阿哈迈多夫持球前进，所以现在上海上港的进攻呢，关系还是没有捋顺。哦，这次犯规了，对，一路跟随在身后有犯规动作。吴磊啊，确实拿球啊，向前的这个意识，嗯，他甭管怎么着吧，他踢了突突，他先往前冲。对，郑智吹了郑智的犯规，是。再来看这脚传球，后卫张卫啊，这责任心确实强，一路跟着阿兰，阿兰是要起飞了。人墙已经在禁区内了，看看奥斯卡，正常情况下呢这个角度右脚打更好，对，奥斯卡半天呢没有什么表现，会不会卯足了力气啊，想玩个大的，哟，我定位球战术有新意啊，有新意，这球呢是先做一个小人墙，对，然后同时呢向前插，嗯，奥斯卡这短时间内第二次倒地了，嗯，吹了保利尼奥犯规，他们俩应该同时在巴西国家队待过，但奥斯卡最近两年可能国家队打得少了，对，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两个人应该都在国家队。嗯，获得的前场定位球真是不少啊！
还是前点没有越过阿兰，但这个处理也不好，恒大没能打出反击来，直接走一个高的45度掉入禁区，二点球打门，45度炸、然后二点球的失控，40分钟，嚯哇，蔡慧康进球啊！对呀、啊，蔡慧康进球，赛季的第二球。他这个突然之间呢，在自己的，他这个球停的其实不是特别好，嗯，但是呢，他又调整一下，你想想，就是恒大在这个防守当中，失去了对蔡慧康的足够的控制，是这样。之前的68个联赛进球当中呢，右路斜吊到禁区内，破门达到5次，这是第6个。这防守二点太松了，嗯，太松了。这球还是其实还是张琳芃顶的，是。哦，曾诚前面全是人，全是人。这球打的反正先能确保打正球门吧。对。因为他射门已经是在禁区内了，40分钟，上海上港再度领先了。蔡慧康快哭了。这是上港球迷。其实这个赛季两支球队多条战线啊都有碰撞。2017年两个队打了6场。从过往的17次交手来讲呢，恒大啊还是有明显的优势。其实这个球啊还是有手转攻的时候，有手转攻的时候呢，在中场拿球之后啊，一个果断的45度吊。当时呢，恒大大部分队员呢，至少有一半队员是在处于进攻状态，对，还没回到位置，对，所以三条线之间呢，后卫也没有及时压上，造成了呢，第一点虽然你顶到了，但是第二点完全失控，是，没有第二点。蔡伟康可能啊，当时也是因为耽搁一下，没及时回来。另外呢，争到第一点的张琳芃啊，他是从外线收到中间，所以你让他顶啊，他也不好往边上顶、哎。对，这也难，这球也没法蹭。嗯，看看恒大的定位球吧。禁区内8个人，来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这球又是巴里尿连打，哇、哦，换成阿兰了，阿兰，这球呢是连打带传，又是定位球啊。又是定位球，太漂亮了。这个球补罚的质量太高了。是。为什么严俊凌没有再果断一点出击呢？哦，没办法，这个球是门前的，其实就是兰帕德式的任意球啊，罚法就是往远门柱打，球速很快，中间只要是无论是不要被对手第一点给解围出来，就是前点别解围出来，后面谁碰都可能进，谁碰都可能。哇、哦，于汉超这球罚的质量非常高，有一个下坠，对，下坠很快。这球前点谁冒了？其实啊，王申超跟保利尼奥拼位置的时候，对，保利尼奥推了一把王申超，啊，王申超身后往后一退啊，有可能 就让阿兰不越位，有可能这样。哦。关键这石科呢没有贴死阿兰，没有贴住这个阿兰，两个十号，两个队长，他俩语言不通，80年8月出生，38岁，个人获得过中超联赛9个冠军，04年的深圳，06年的鲁能，然后后来不是英格兰查尔顿，然后苏格兰的凯尔特人吗？就是只要他踢中超，联赛冠军就是他的。如果这个赛季再拿一个联赛，10冠王啊，各位。他比吴磊大11岁。吴磊在随球队打上顶级联赛以后，他就没有再让本土射手王这个称号旁落了。张成林这也没办法，没法让浩克转过身来，对，上手了，浩克情绪有点激动，这个球按说是吧，可能会警告一次，对，应该警告一下，然后不要推，哦，给牌，是，还是要给黄牌啊，虽然是在对方的半场，这边后腰蔡慧康上港的一张黄牌，
恒大呢是中卫张成林啊，兵狂浩克也吃了黄牌。反正张成林啊，弄浩克会稍微吃力的。嗯，无论是经验呢，还是能力，所以需要好协防。嚯，双方对抗越来越激烈，抬手了。上半场就补时三分钟。是。想起诉啊，这边浩克卡住线了，有一个阻挡。这第二次瞬间扳平，我觉得对恒大的心态其实太主要了。气势会起来。哎，气势会起来。再推，右路来了，禁区内瞬间有了四个队友。这个球啊，传到了队友的身后。要想完成射门，难度你看那个你看这个球啊，嗯，传完了之后呢，保利耀就跟张琳芃挥手，哎，说你把球传到后点，嗯，我在这儿，说不要追求什么球速，你就稳稳的把球给我放到后点。有宝哥在，右路于汉超触发角球，今天他脚风很顺，看看这个角球质量。这个石科这表情有点焦虑，嗯。角球起来，又一个吗？天哪，太吓人了！差点在前点呀、高高跃起。冯潇霆啊，差点抢到第二点。是，再起来，对了，对了。严俊凌稳稳将球抓住。嗯，这球其实不攻门更好。哎，可惜了，没有反击的机会。这个头球要是不攻门，顶一下，晃一下，摆渡一下。李学鹏走也是起球，他这个还是追求前点了，想找点不行，还得打后点。我冯潇霆都助攻上去了。是，这段时间双方攻防转换比较快啊，失误也都比较多。保利尼奥他传了后点，这应该是后卫顶出来的，应该是砸在了张卫的后脑勺上，出不进。上一上岗啊，还是得咬住，至少带着平局的比分呢进入中场休息室，可能相对来讲呢能平复一下。嗯，因为啊领先，然后瞬间被扳平，这个打击啊跟丢球没区别。是，走球起来，高高的飘飘的，哇，严俊凌漂亮，大门，哇，保利尼奥，对吧？上半场补时第三分钟又是保利尼奥，是吧？梅开二度，我说一定要打到后点。一定要打到后点，一定要打到后点，而且高高飘飘，二点球啊才有机会。于汉超这个角球罚的是，就是说我高高飘飘到后点啊，我飘到后点。保利尼奥、阿兰两个人包办了球队的三个进球。保利尼奥。相信在广州，保利尼奥有众多的信徒。哎，冯潇霆攻门，然后严俊凌啊扑了一下。你看，就跟禁区内跟人呢，他不跟到底，是吧？他一看呢，这球啊没在我这儿，但是他忽略了你那个人再往前走啊。对。严俊凌没有办法，他这次扑救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。哟，感觉啊，嗯，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没有结束的哨音，这球丢了，上半场确实结束，真让人难以相信，这是怎样的45分钟？目前在中超联赛排名前两位的球队。在45分钟的时间里打出了高水平，双方进球梅花进炉，已经有了5个进球，让人激动不已的45分钟。
边路传中有关系，有直接关系，包括角球，嗯，包括定位球，是的，包括传中，是的，我们来看吕文君的这个球，确实右侧角球开出，前点呢可能是郜林解围不利，后面吕文君包抄得手，上港是取得了领先，这个进球的时间是在14分钟，而保利尼奥的扳平呢是在30分钟。非常疯狂的一个头球攻门啊！李学鹏的圆月弯刀，这也是李学鹏赛季的第3个助攻。再来看这2点球，张琳芃顶下以后，蔡玉康身前没有防守队员。对。而曾诚面前呀、全是人。再来看这个定位球，瞬间扳平，瞬间扳平。于汉超的定位球开出，阿兰一蹭。再来看伤停补时第3分钟，保利尼奥打进反超这个球。那么上海上港进球的是吕文君和蔡伟康两个本土球员，而恒大呢进球的阿兰和保利尼奥啊、两个巴西人包办了3个球。我们来看技术统计的情况，在上半场广州恒大淘宝9次射门，6次打正，3个进球，效率都非常高。而上海上港8次射门，3次打正，取得了2个进球，控球率恒大淘宝达到了62%，传球185次，也远远高于对手。传球成功率，两个队其实都不是很高啊。嗯。恒大呢是79%，而上海上港更低一些，角球3-4，而黄牌呢双方是各有一张。一个是后腰，一个是中后卫，刘瑞。那么好，各位球迷朋友，我们随着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广州的天河体育场，来关注中超联赛第28轮，广州恒大淘宝在主场和上海上港的较量。上半场45分钟激战之后，上海上港目前是2-3落后。那么在半场啊就完成了一个逆袭，下半场比赛说实话走路真是让人期待。但按照一般的足球规律的话，如果上半场进球2-3个、3-4个，下半场往往啊进球不会太多。所以我们不妨啊，我们的球迷朋友也可以竞猜一下，下半场会进几个球？我个人觉得呢，一个。那问题来了，哪边进？这难度比较大啊。主裁判已经在打门，哦，严俊凌，你所说的那个进球啊差点要来啊。是，下半场刚刚开场40秒钟，塔利斯卡就完成了个人全场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，郜林的横传防守不到位，塔利斯卡用他的左脚，但角度不够刁啊。严俊凌向右侧扑将球挡出，上半场双方加起来有7个角球，看来角球的势头啊不减。下半场刚刚1分钟过后，第一个角球就出现了。两支球队今天的定位球啊都展现了非常高的水准。当然，我们说要获得前场定位球和角球机会的话，必须得有相当高质量的进攻水准才可以。是的。这场比赛呢，双方呢都是用边路啊，然后呢传中到门前。应该说呢，这种方法呢，虽然说不是像那种中路的传球，传中配合啊，中路渗透快速反击，但是呢却着实有效。奥斯卡是需要多回到中场，是这样来策应。奥斯卡上半场相对沉寂一些，是。因为没有高拉特之后呢，其实中路进攻呢恒大会受到一定影响，而奥斯卡位置过于突前，在中场组织方面呢似乎呢也有所削弱，好像有点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下，能不能再适当的向后撤一下啊？这边是张成林吗？好像是张成林抱着小腿，去年加盟广州恒大淘宝，张成林呢打的比赛确实不多啊。这个赛季，打了8场，其中最近4场是连续首发，已经有了1个进球。这是面对贵州恒丰的时候啊打进，就是这个铲球。
今天双方的身体对抗也非常的激烈。哦，裁判出示了黄牌给了郑智，现在郑智和张成林呢都各背一张黄牌了吧？是啊，嗯，而对面呢也是后腰蔡伟康得到了黄牌。这又是一个定位球的机会。奥斯卡上半场显得覆盖面积有点小，是，就是他没有更多的去接应拿球，嗯，下半场或许啊会有一些改变。第一点没有，但这个可能跟浩克踢球的方式啊也有直接的关系，嗯，浩克可能太爱拿球，没有犯规。鲍林，卡利斯卡没有在前插要球，在后面接应，这球攻方犯规。嗯，郑智，在之前的联赛当中我们也讲到了恒大73个进球啊，角球啊，利用角球战术进了12个球，这是所有中超球队当中啊最多的，而且头球破门达到了21个，也是中超球队啊最多的。嗯，今天算起来的话，保利尼奥啊，阿兰呢，哦，单刀了，吴磊漂亮，哦，3-3，是的，3-3，50分钟3-3，嗯，吴磊赛季的第26个进球。这个球就是浩克直接跟吴磊连线，嗯，浩克转身呢，应该是摆脱了，好像是保利尼奥，嗯，两个人的连线是进攻当中最直接的一个威胁。对，吴磊现在单刀的把握的能力呢，显然比以前要更纯熟，是这样，干净利落啊。再来看一下这次进攻，吴磊，冯潇霆被他从身前跑过，张琳芃啊没有跟冯潇霆站在一起。这个球冯潇霆为什么是想着抢前去断这个球呢？他不是抢前，他有点是想造越位的感觉。这球啊其实曾诚也摸着了，嗯，但是呢由于球速太近了，是，这场比赛对得起天王山之战，是这样，高水准。球已经出了底线，50分钟进了6个球。浩克等于又增加了一次助攻，这个赛季进球12个，助攻12次。上港方面打进3个球的全是本土选手，吴磊、李文军还有蔡慧康，还都是东亚的前东亚的球员。嗯，奥斯卡转移到右路，这球有点大，这个脚法运用的还挺有意思，又是传中啊！冯潇霆抢到第一点，保利尼奥可能上半场啊，嗯，前前后后的跑的比较多，跑的比较多。卡利斯卡在前，哎，可惜没有能够打到他的脚下，所以这就是保利尼奥的相对弱的传球的环节。哎，环节，嗯，他可能是在巴萨里边，他可能也不是这样的角色。对呀，他是抢完球啊，交给队友。时不常自己再到篮下去补一下，嗯，在巴塞罗那也是进了西甲联赛，也是进了9个球。傅欢掀翻了于汉超，左侧接近边线处的一个定位球机会，今天于汉超脚底下感觉非常好。再来看恒大这次定位球的进攻，这个赛季双方打出过不少高比分啊，2-4哦，吓人呐！这个抢前点的后侧好像是擦着立柱出去的，而卡利斯卡不知道什么原因倒在了球门区里。
天的不多。现在双方啊，可能这士气比较均等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恒大呢，上半场结束前进球领先，是，但是下半场开场不久，又给扳平了。这一脚解围闷在队友的身上，向本方禁区窜去。卡利斯卡被吹了犯规。就是中路的进攻啊，由于有没有高拉特，所以显得呢他这个层次感呢不如有高拉特的时候。是。球到吴磊脚下，吴文君跑。恒大稍微有点脱节，你看前面三个人回来的有点慢，犯规。浩克被吹犯规，控球率恒大55%。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比分来看呢，上海上港是可以接受啊，毕竟之前有2分的领先优势，而恒大必须还要加强进攻，再争取破门。50分钟过后，双方还是势均力敌的一个局面。对方的前锋压迫之下，曾诚将球开出了边线，而且还没有过半场。哎，今天他的这个界外球好像很少都是边后卫来制啊。是。张志拿球，于汉超在动，身后球到于汉超这一侧停得很好，面对傅欢一对一走底线传球，脚球又是傅欢挡住。还是左侧的角球。下半场恒大的第二个角球，开出兜起大弧线，第一点争到后，球倒到左脚再传，再传中，禁区内郜林。哦，这球吹了郜林犯规吗？看看慢镜头啊，吴磊，这个球，裁判其实离底线也比较远。双方下一个球还能到来吗？是谁的？关键。对，从这12分钟比赛来看，卡利斯卡是明显想发力了啊。就是下半场刚一开场的时候就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射门机会，被严俊凌扑了出来。但这10分钟啊，卡利斯卡踢得比上半场要活跃很多。大在控制，在寻找机会，而上港呢也在等机会，等待的是反击的机会。奥斯卡顶的是靠上，
解围不利，飞向本方禁区。吴磊已经回到这个位置上参与防守。邓志能不能翻到边路，打身后切扣传，有点乱，又是于汉超的传球，好像示意有手球啊，对，但裁判还是没吹哨。哦，这个时候哨子响了，什么原因？出边线了吗？界外球，他认为是界外球。第一助理裁判同样是来自德国，雷纳罗德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于汉超拿球，扣，传。好像是没有手球啊，第一下是大腿，然后是腹部碰到了皮球。稍微有点愣神啊，这个球阿兰把球给丢了。在马上要进入到这关键的时期，一个白热化的状态。哎，浩克这大身体啊，砸了一下，是阿兰可能有点吃不消。确实都是巴西老乡。也是大脚掉向前场。今天上港很务实啊，不追求控球。又是在身后的防守。好，江苏苏宁一共2-0领先河北华夏幸福了。埃德尔再次破门。在比赛同一时段啊，还有一场保级大战，腾讯思维和天津泰达。上半场双方是打成了1-1。红星二锅头邀您共赏中超赛事，本场精彩赛事由红星二锅头赞助播出。郑智还是到两个中卫中间来拿球出球，传球的节奏很好，直接传门前。这球啊没能兜出弧线，因为这球离身体稍微有点远。保利尼奥又是插到了球门区里，好像是碰到了严俊凌啊。哎，郜林这脚传的节奏非常好。哎，左腿看一下，保利尼奥好像左腿抬了起来。第一个换人调整出现了，62分钟黄博文换下了郑智。之前呢，黄博文也是累计黄牌独赛，得到了休息。这是卡纳瓦罗的第一个换人，加强中场的活力，补充中场的体能。其实，在场上的62分钟时间里，郑智除了是后腰这个防守职责之外啊，上半场尤其明显，好像也是想更多的，有一些进攻上的组织。浩克起速，浩克，离对方2米就要用速度过人。浩克断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这个腿跨出去比较深，别，因为他各方面都比较大，他力量也足啊。李学鹏直线输送，王申超不敢怠慢，将球踢出边线。今天他是打的右中卫，这场比赛上海上港后防线上人员确实比较多一些。横向转移到张琳芃这一侧，由卡里斯卡要45度起球了。
在半场防守啊，上海上港半场防守，对于恒大来讲啊，恐怕还是得利用边路，边路呢能够把球啊打到禁区之内，因为啊塔利斯卡包括保利奥、阿兰的捕捉战机的能力都比较强，类似这种九十度的冲吊效果不会太好。卡纳瓦罗好像也对场上队员的这个跑位啊，提了一些建议。从目前上海上港的心态来讲，3-3完全 OK， 对吧？哎，可以接受。嗯，所以是蓄势待发，按兵不动，等着恒大攻上来，好打反击。铲到了皮球。张成林呢，对助理裁判的判罚，显示出异议。今天上港的前场的界外球好像还真是边后卫不上，都是由中场球员来掷出。张林鹏这球啊带的有点危险呐，还好黄博文铲球断了一下。那最后的30分钟实际上体能非常非常非常关键，现在保利尼奥实话讲他跑步有点晃。你看他现在由守转攻的时候，他的起速度啊相对慢一些，要慢一些了。但恒大呢，从他过往的数据来讲，在比赛的后30分钟啊，进球达到了36个，就是他前面73个进球当中有一半是后30分钟进。对，这个太厉害了。这也跟他的整个的传控能力、控制能力有关系，让对手啊把更多的体能啊消耗在奔跑当中，前面2/3比赛当中的防守。嗯。斯卡交给阿兰，底线李学鹏，哦，第一点蔡慧汤吧。对，这脚打的，防守队员也是站住了位置，阿兰的射门放了高射炮了。哦，张卫被换下，贺冠上。那就是把王申超放到左边后卫啊，贺冠之前因伤是缺了一段时间的比赛，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，他和于海两个人呢都参加了球队的合练，看来最后一练呀还不足以保证他能首发，但今天克雷拉让他是打了后面的30分钟。贺冠这两个赛季和石科搭档打中卫啊，是配合非常默契。记得埃里克森带上港的时候啊，赛季刚开始让贺冠跟石科搭档打中卫，而当时呢贺冠还没有什么顶级联赛的经验。那小伙子身体素质非常好。哦，连续突破。嗯，王申超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，哎，越位了，有越位。嗯，吴磊越位。吴磊呢，刚才呢是在底线呢，是高位逼抢冯潇霆，可能还没来得及回到应该回到的位置。奥斯卡今天相对的有点闷，是吧？有点闷，拿球少。是，老乡一多吧，有点害羞。嗯。哦。漂亮的左路的突破，门前打门，快速前插，左脚射门啊，在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，也是没能打中门框以内。再来看茂顶跟进塔利斯卡左脚射门，今天塔利斯卡好像脚风不够顺。一组球员特写啊，
恒大呢显然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平局，是，但是上港的反击似乎呢也随时可能会制造威胁，所以最后时刻其实双方的心理战术的统一性啊是非常重要。对，随着时间的推进，恒大呢是急于破门，看看天平会向哪一方倾斜。要保利尼奥，黄博文要求，李学鹏又是轻挑找于汉超，还是越位。有的时候越位呢也是心态比较急的一种反应。通过慢镜头我们来看一下，一只脚确实踏过了越位线，双方过往17次交手，恒大赢了7场，另外呢有6场平局，输了4次，这4次啊都是在双方最近的5场交锋当中取得的。对，也就是说原来啊上港面对恒大的时候也是个送分童子，孔夫子搬家，嗯，阿哈迈多夫右路切进去，黄博文放闪，黄博文这个赛季也是因伤啊，对，缺阵了一段时间，是打了比赛不多。角球，下半场上海上港的角球数量明显下来了啊，因为全队确实是处于防守的状态。来看，角球开出，兜起大弧线，点球点附近，谁都没有顶到。再传进去，头球攻门，确实离球门稍微远了一点啊。像这种的角度，对，像这种打法呀，往往是，球一起来之后，有一个人呢去到这个越位位置，不是斜线方向去等摆渡，而不是说呀就直接攻门，对，因为距离球门确实远，确实远，这要顶上力量，那得是什么样的这个头功？铁头功可能都够呛，金顶门的功夫。壳牌双十一狂欢，上苏宁易购买超凡喜力中超限量版，送 PP 体育会员。感觉像541似的，上海上港。当然时间还有。作为恒大来讲，他主场他想全取3分，可能还是得循序渐进，还没到啊完全搏命的时候。还有22-23分钟。球带多了，是没有犯规。阿里斯卡出来，这球配合有点太小了，繁琐。好球啊！阿斯卡清楚，就这几下其实，嗯，也显示出上港他。整体进攻还是有他的套路的。在球门区附近浩克的射门，冯潇霆干扰了一下。但其实你看这次进攻打的还是比较准确锐利，所以在压上进攻的同时啊，恒大还真是得注意后防线，注意力得集中。这传跑之间，到吴磊跟浩克确实是点儿比较正，张成林干扰了一下。卡利斯卡掉入禁区，第一点被上港解围出来，奥斯卡拿球找浩克，
张成林贴得非常紧啊，没让他把球传出来。那么卡纳瓦罗赛前曾经说过，说这样的比赛有可能是最后一秒钟决定比赛的结果。嗯，所以也希望场上的恒大球员啊稳定心态。那么由于平局上港可以接受，所以他呢是处于守势，但也一定要注意反击的质量。他任意球他不直接往里打了，二点啊，不敢上去人了、嗯、现在所以上港的重心呢还是往后，是靠后。哦，吴磊左脚到后点大，他反正中场中路的这个进攻组织策划确实是弱一些，对，这跟球员的类型有直接的关系，有一定关系，但确实高拉特打不了比赛。阿兰现在拉到边儿，嗯，横向转移，张琳鹏是不是要上正龙了？嗯，是啊，不，张文昭，对，不是郑龙啊，张文昭。力求啊，在边路能够打破，直接起了这球啊、嗯，没看。卡纳瓦罗上一个换人呢是对位的换人，这次呢会不会也是对位换人呢？看是郜林还是于汉超，换的于汉超。76分钟，卡纳瓦罗第二个换人调整，15号张文昭换下了于汉超。于汉超这个赛季23场联赛，算上今天第24场，其中的21场首发，5个进球，9个助攻。里皮啊，马德洛尼，国家队的教练，好像前一段时间里皮说过，啊、对，站好最后一班岗啊。亚洲杯结束，这球拉开，哎，这球能传出来难度非常大。李文军顶，这球啊，所有这种球弹到外围上去就一脚的，基本上不是歪把子机枪，就是高射炮。嗯。李学鹏又掉到禁区第一点，哇，这勇猛。张琳鹏这身体素质真是可以。马上就起来了。今天塔利斯卡其实踢得不好。嗯。他可能会觉得今天跟上港踢的时候自己的空间格外小。啊，左腿摆动一次完成射门的话都很困难。冯潇霆刚才是有一个避让的动作。77分钟，打身位，冯潇霆以往打左中卫，对，左中卫，但是张成林在场上的时候他就是打右中卫，因为张成林的早年间其实是打边后卫，左后卫出身，对。又吹了恒大的犯规，卡纳瓦罗安抚了一下塔利斯卡，奥斯卡今天双方身体对抗很激烈，边线附近的一个定位球机会，
任意球啊，双方都充分的利用。蒙大是站位防守，这球看怎么处理。二次进攻，先内切，走一个，往后点。哇哇哇！79分钟，奥斯卡的这脚转移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。你可以看出这支球队的这个战术素养还是非常高的。二次进攻，有的时候这二次进攻啊，比第一次进攻啊威胁来得更大。对，而且他这个就是打后点。你会发现呢，今天呢，如果双方呢在传中，我如果更多的后点会有利用。蔡伟康二度铁树开花呀，而且连开两次。再来看一下，横扫门前是乌龙，乌龙，张林，张成，张成林。就我一直觉得吧，嗯，他应该把张林鹏啊放在中间。嗯。但卡纳瓦罗好像比较看重张琳芃的边路助攻，但事实上呢，你说埋了这么一个隐患，有的时候呢中路啊确实是他跟冯潇霆配合也不是很默契。但你今天没有办法，因为你邓涵文不在，于汉超踢边后卫都行，是吧？但这三个小边锋当中，于汉超、郑龙和张文钊，我估计也就是于汉超经验啊、能力啊、状态啊，还是排在头一位。其实黄博文也能打右后卫，嗯，对不对？对，黄博文曾经啊在国安、在恒大都打过右后卫，那都属于临时客串性的。你客串性的，但是我总觉得中路这个防守还是重要。是的，但梅方受伤，对，邓涵文停赛，张琳芃就再加上主教练卡纳瓦罗可能比较倚重张琳芃打这个边后卫。因为在斯布拉里时代，其实张琳芃打中卫更多。看看卡利斯卡左脚打门，严俊凌，这球啊有反弹，扑救难度很大。严俊凌做出了精彩扑救。3-4，时间还剩12.3分钟，79分钟，张成林的乌龙。这场比赛确实是跌宕起伏，要犯规。恒大现在3-4落后，比赛还有12.3分钟的样子，还能有上半场最后时刻的奇迹吗？能来个4分钟之内的大逆袭吗？还是上半场拼得有点凶，所以呢，现在节奏相对缓慢了一些。又是越位。恒大呢，如果在最后时刻呢，可以把保利尼奥考虑到顶上去，然后塔利斯卡回撤一点啊，传中。郜林呢，和这个再看一下郜林的位置，这个第一助理裁判在郜林向球跑去的时候啊，就已经指示了。我觉得郜林还是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比赛中啊，不要过多的跟裁判对抗。但这场比赛呢，可能从心情角度来讲呢，由于现在还落后，时间不多，是，就是比较着急。这种胜利的，就是逆转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。所以这个可能对恒大球员也是个打击。现在关键就是得先扳平了。不能输啊。如果输的话，两个队将会差5分，是吗？是啊，差5分的话，那最后两轮，那下一轮，对，赢了之后就，是提前一轮夺冠了。上一场，久攻不下啊，后防线又在丢球，现在恒大又是落后的局面。这是今年第二次上海上港在天河进4个球，不是在主场，4-0赢过这个恒大，在这儿他输过0-4，踢点球啊，当然是赢过。现在是塔利斯卡顶在前面。
浩克也很有经验，是他这球呢，反正啊，先因为就他自己，本身呢单枪匹马也难，他反正先造一犯规呢，把这节奏啊降下来。对，另外一个整场张成林都死扛浩克，死扛浩克，难度确实太大，浩克这大身体。你看，像他还要追求这个球速，李文军，那恒大是不是还有一个换人名额？他换了两个人，上徐新吗？之前联赛呢，徐新有过替补上场的，就他有一定的身高，对，对。你看他这个吕文君跟吴磊落位落得多深，有时候落成六后卫。六后卫。所以这个时候恒大边后卫想要下底那就太难，除非这一个顿挫再传起来。两三个人的配合能打出花来，能把防线打透。恒大就掉了。喂，又是越位，又是越位。再来看一下，确实有越位啊。后撤一步想争这个球，按照现在的这个规则理解，好像如果他虽然有向球移动这个意图，但没拿到球的话，其实可以不举旗，你可以保证比赛的流畅。换人了。郑鲁龙换的张昌林。三后卫了。这球打一个乌龙确实很遗憾，但卡纳瓦罗你看还是跟他握了手。应该就是球员站位阵型上的一个调整。他现在反正换张文昭，他这个作用没有体现出来，没有体现出来。七号吴磊先架起了胳膊。奥斯卡·浩克，这都是经验太丰富了，要定位球，要界外球，就是浪费时间。哎，他俩这慢悠悠。对呀，脚齐再玩一会儿。是啊，其他队员站住位置，这两个人在前面这儿吃球耽误时间。镜头也对准了张成林。其实怎么说呢，当时奥斯卡将球准确转移到后点，作为中卫张成林也确实难办，好像是王申超将球端到了中路。就是恒大的这个反正定位球二次防守啊，确实一直以来是一个问题，二点的防守是吧，就是他队员呢，实话讲呢就是比较自信，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统一性啊会差一些。有拉拽，有拉拽，保利尼奥跟浩克两个人都倒了，给了点球啊，那雪上加霜了。两个巴西人在这边有一个缠斗，浩克沿着底线想往前走，这时候保利尼奥来了，看一下手上的动作，这个给点球，这有点，反正打脸了，就是相互之间反正。他会不会看回放呢？那他很坚决，我觉得。这个时间给点球，再来看一下啊，跌跌撞撞，在禁区外，他没拉住，就是这个保利尼奥呢，想把这个球啊护住，然后右脚踩住球，对，但是这个球呢没踩到。他整个下半场呢，保利尼奥的确体能下降得很快。因为两年多没休息了。
而且裁判的位置也确实不错，很好。郜林还是要控制情绪啊。浩克拿起了皮球。这个赛季上海上港获得了7个点球，浩克主罚了6次，罚丢了1次，吴磊主罚1次，罚丢1次，而恒大呢是被判了6个点球，被对手打进4个。就进了，左脚非常有力的射门，哇，脱衣庆祝，这是 ending post。这是这场比赛上海上港外援进的第一个球，是5-3，89分钟，浩克点球打进，5-3。那也这也预示着呢，上海上港，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以及距离整个赛季的冠军。可能又更近了一点。套用一个电影的名字叫《一步之遥》。一步之遥。这球其实曾诚扑的还是不错。是。显然是研究过这个浩克的点球。他的包括他的小碎步啊。对。对吧？菲利佩和他的同事们。哇天。嚯。这肌肉从组织结构来讲跟 C 罗的相比你认为怎么样？也算可以了，也算可以啊。这个球呢还是啊在边路呢，这个浩克一直用他的经验呢跟奥斯卡俩人一直在那儿，在那折腾，在那折腾，在那折腾呢，可能啊关键时刻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，就是他3-4落后的时候，对恒大来讲他确实是个心理的打击，他认为这场球啊最多也平了，赢不了了，所以就在这晃神之际，那么浩克还有一个节奏的加快，对对吧，摆脱冯潇霆以后突然的向禁区内走，向禁区内走呢，这个张琳芃呢也没敢下脚，可能是怕犯规，是这一下呢就沿着底线呢就溜进来，哎，保利尼奥呢是其实是身位是占先的，但是拉球没拉住，没拉住，而浩克速度还起来了，哎，他没办法，右手反手搂了一把，俩人还聊呢，要有长达6分钟的补时，今天这场比赛加起来补时时间都10分钟了。卡纳瓦罗最后反正这个换人的这个思路，就弄得也不是很清楚。黄博文跟郑智对位换人的话，还可以理解，对吧？保证场上的跑动，因为毕竟郑智38岁。对。但上张文钊以后，你会发现于汉超不见的同时。张文钊也不见了，对呀、恒大在他这个整个的阵容当中呢，他其实在中锋这个位置上一直是比较，是啊，你想想这个马丁内斯对吧，没怎么打比赛，然后缺少中锋，阿兰高拉特都打过，但他们俩都不是中锋。对，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中锋，哪怕现在有个董学生，可能这个时候换上去，也能管点用。董学生这个赛季联赛进球倒也上2位数。保利尼奥，有身后的拉拽啊，非常明显的拉拽，裁判又出示了黄牌给阿哈迈多夫。但是在天河球门5次被洞穿，之前富力好像差不多能干，也干，反正富力起码进过4个。吕文君今天先发，为球队先声夺人打进了第一个球，而且在防守的时候也是不遗余力啊。李胜龙准备入替。上港的换人调整，还有3分多钟，
哦，点球，点球，保利、阿兰倒地赢得点球。这场比赛呀、我天，真的是过山车从头开到尾啊，三折呀、过山车从头开到尾。裁判非常坚决，但在争顶的时候，阿兰我们看被锁脖，替补上场的贺冠、这个动作就是太明显，是是吧？你要是蹬个球衣啊、或者是有一点小拉拽，这还可以。但因为这是锁脖，哎，而且行程很长，对，对方要起跳，这一拉没能跳起来，裁判也是明察秋毫。虽然阿兰是背对这个球门方向啊、这比赛得踢到一百分钟。一百不止，我觉得这六分钟之后可能还得再补个30秒40秒。他那意思就贺冠说、那张文昭说，嗨，你看我们那球不也判了吗、他说你们那球是打脸呢、我这是锁脖，对，我这低了10公分。之前上海上港是被判罚了3次点球，其中也属于是心理战，对，严俊凌扑出过拉维奇和斯蒂夫的点球，而恒大呢是获得过5个点球。这球阿兰站到了这个地方。高拉特罚丢过2次，阿兰主罚2次，罚丢过1次。节奏变化还好，伤停补时第5分钟、阿兰打进点球。这是也完成了梅开二度，追到了4-5，比赛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，还能有变数吗？我天哪，这个从14分钟李文君第一个球开始到现在，进球不断，九个球，顶级联赛历史上可能97年的7月份一个9-1单场进10个是最多的，这球严俊凌也扑的可以，也扑的可以。这两个曾诚、严俊凌啊，真是国门了。这点球稍微偏一点儿，严俊凌都有可能捞出来。这个球应该赶紧。想想赛季第一轮，当时广州德比上演，富力5-4，在天河赢的，也就造成了上半赛季恒大呀。一路跌跌撞撞，当时还是双线作战，争分夺秒。这有队员倒地，哎，裁判观察了一下，还是没有吹停。哎，身后有勾人的动作，黄博文，浩克也倒地了。哦，这架肘了。再看黄博文啊，在身后勾倒了浩克。裁判好像有点上火了。上火。啊，上海上港的前场任意球，是当时黄博文犯规嘛，打到了边路，越位，确实越位。哦，补时长达6分钟，然后裁判又加了1分17秒，吹停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中超联赛第28轮，在广州的天河体育场，上海上港历经苦战啊，最终5-4战胜了广州恒大，赢得了天王山战役的胜利。在这场比赛获胜之后，他的积分达到了65分，领先恒大5分。在联赛还剩最后2轮的情况下，上海上港联赛冠军在望。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都太关键了。下场比赛呢，上海上港将会主场迎战北京人和。主要
恒大的最后两轮的对手呢，重庆力帆和天津泰达都是保级的球队。上海上港的对手呢，仁和和天津权健都是无欲无求的球队。所以最后两轮的比赛难度很大。当然，最后两场比赛，上海上港只要拿下一场比赛的胜利啊，就将确保获得联赛的冠军。全场比赛结束，上海上港客场5-4战胜广州恒大淘宝，赢得联赛第28轮的胜利，将自己积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5分。好，我们回到演播室。